What do you think about St. John? St. John, I think it's a very helpful community. 救人咯，emergency 所用咯。 应该是有你们有做 donation 之类的东西来帮人吧。 St. John 他们是救人的咯，然后经常看到他们在街上那边叫人家捐钱哦，这样哦。对，我就说了嘛，问到大家什么是 St. John， 做爸爸的就会说差不多的咯。妈妈就回答我，我是你们学校的制服团体啦。最生气的还是问到身边的朋友啊。 他们还跟你说不要参加救伤队，你要做 nurse 妹。在看戏的你们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？千万不要啊！那现在就让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是 St. John's。